地方如没有那个 3D 近摄，可是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，哎，因为这边有 3D 的这个 3D 的阵列啦， 3D 对齐有没有旋转移动，可是你会发现这 3D 作业里面呢居然没有把这个近摄放在这里。那如果说你常常会用到这个功能，希望把这个按钮放上去的话，哎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教过一个方法，如果以后呢你想要把某个指令，其实一个指令就是一个按钮啊，加在某一个工具列上面的话，你再按右键，右键之后工具列哈，这个底下往下找会有个自定，你就把那个自定哈点下去之后嘛，最下面有个自定，对不对？自定点下去之后会跳出呢所有工具列的这个功能出来，那你可以先把它放在旁边一下下。那因为呢哈，我们 3D 的那个近摄刚好就在比较前面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在指令里面呢会有个叫 3D 什么呢 3D 近摄，有没有看到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指令哦，我如果说我不想什么还要再从工具这个从那个功能表列里面抓，我希望把这个功能呢直接放到这边的话，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就按住不要放，然后拉出来放开，放在这个后面嘛，这个工具后面，你会发现有没有它会有一个什么呢，有一个 I， 有一个什么黑色的 I， 有没有？那你看你要放哪里？比如说我要放在最后面放开，你会发现这个功能就上来了。以后的话直接点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假如你将来有一些功能是常